好了，同学们，来看到小题，这题太小了，这题啊，才这么点字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小呢？一个题号太小，才第五题，是不是？不难啊，这题真不难。如图是一个上肢力量健身器示意图，图呢？啊，这图也不怎么复杂，是不是？也就一个杠杆，一动画轮，一定画轮，一定画轮，一个 I，是不是？不怎么复杂啊。配重 I 受到的重力是1200，底面积是这个。DC 都是定化轮，D 是动化轮，杠杆力臂之比是2:5，是不是？小绳受到重力600，它通过细绳 H 点竖直向下拉力为 T1 的时候，杠杆的水平位置平衡，小绳的地面拉力是 F1，配重 I，FI1，P1，这题目是不难哈，我刚读一半就开始读乱了，这题目看来也是不大哈。我刚读3行就忘记前2行是什么了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好。在 H 点施加向下拉力 T1 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这地方拉力是 T1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杠杆的水平位置是平衡，小明的地面的压力是 F1，是不是啊？配重 I 受拉力是 FI1，FI1 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要用 T1 拉这个地方，这么一动，这地方就往上拉，是不是啊？好，FI1。哎，慢点啊！好，但是看来没拉起来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没拉起来，A 的地面还是有压强的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小陈在 H 点，哦，这第二个状态，用 T2 往下拉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小陈的地面压力是 F2，配重 I 受到拉力是 F2，那看来你用 T2 往下拉的时候也没拉起来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它地方还有压强，是不是啊？好。哦，你看压强还是4000，是不是啊？F1 比 F2，杠杆 ES 在细绳的质量均忽略不计，是不是啊？求拉力 FIR，这题目是不怎么难哈，我读完题目以后还不知道读什么，那这样只能画图了，是不是啊？只能画图啊，画谁呢？画这个 A 是不是啊？你看啊，在这画吧，哎。他说：“你这段 T1 拉的时候，拉这个杠杆，杠杆拉这根绳子，这根绳子这样，拉这根绳子，这根绳子，拉这根绳子，是不是啊？他说下面有个 FI1，是不是啊？向下还有个什么？I 的重力是不是啊？你能拉没拉起来吧？没有。怎么知道没拉起来的呢？你用 T1 拉的时候，它地面有压强，是不是啊？P1 是不是啊？那地面会给什么力？”支持力，支持我们叫 N1 吧。支持力实际上就等于什么呀压强乘以 P1S 是不是啊？好，第二个图，向下还是 J A 是不是啊？第二次它是这地方用 T2 去拉，这地方拉力是 FIR 是不是啊？好，也没拉起来是不是啊？那支持力我们叫 R，这 P2S 是不是啊？哎，都知道哪些东西啊？知道 FA 的重力。重力，哎，不，不是 I 的重力，这 I 重力1200是不是啊？底面积是这个是不是啊？压强是这个是不是啊？那压强乘以底面积知道了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算一下啊，这 PES 应该得多少啊？等于这减去。6000乘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啊？几百啊？6000乘以它应该300是不是？300。我直接写了啊，300牛。P2S 呢？4000乘以它是不是啊？多少？200。那这 FIE、FIR 不都能解出来吗？是不是啊？FIE 得多少？1200减去900。FIR 呢？1200减去200等于1000牛。那我这就不小心把第一问给解完了，是不是啊？第二问还早着了吧？第二问还是以导关系。早着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是导关系，是不是啊？你看题目里现在实际上只有一个条件没用了，是不是啊？只有一个条件没用了啊。哎，那你说这地方是 FIE 的时候，你看着啊，这地方是 FIE 的时候多少来着？FIE 是900，是不是啊？你这地方是900，这是不是同一根绳子？
对。那这地方是不是也是九百？是。那这样是九百，这地方呢？二分之九百加上滑轮的重力。你这么说不对吧？那得加括号是不是啊？啊，应该这是九百是不是啊？九百应该加上动画棱重，再除以二等于这个地方是不是啊？这地方再乘以这个等于这个乘以这个是不是啊？是。对吧？对。慢慢来啊，这个。好，那只能慢慢来是不是啊？那这地方这现在是 T 一是不是啊？对吧？那就直接写了啊，应该是九百牛加上动画能重是不是啊？我就 J 零吧是不是啊？TD 这是九百加动画能重，别 JD 了，跟 J 零吧是不是啊？除以二是这根绳子。是。好。再乘以这个 EO 是不是啊？那咱们先写 EO 吧 ，EO 实际上就是 R 是不是啊？等于一个这边的。O H 乘以这个是不是啊？对。乘以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哪里 ？T 一。T 一是不是啊？对。那实际上 T 一等于什么？跟那 F 一的关系还可以通过人对人运受力分析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好，咱们待会再说啊，咱们先画下来啊。再弄第二个是不是 ？F 二得多少 ？F 二。是不是一千？是不是啊？对。那是不是这根绳子一直是一千？是不是？对。这根绳子都是一千。一千加上 J 零，括号的除以二，等于这地方拉力是不是啊？是，对。再乘以这 EO 是不是？好。等于 OH， 后来什么拉力是 TR 是不是啊？对。但是这个讲解也不好解。因为你想啊，你最终还要用到哪个条件呢？你最终用 F 一和 F 二是不是啊？但是现在我这舌子里根本没有出现 F 一和 F 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 F 一、F 二跟 T 一都是在人身上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我需要在的人怎么样？受力分析。受力分析是不是啊？不小心露出来再见两次了，所以同学开始高兴了。老师这题讲完就下课了是吧？哈，不一定啊，来，您别想那么多，画在人群受力分析在这地方画是吧？哈。但是地方不够哎，人受到。向下的重力是这人是不是？对。向上呢？有个拉力。第一次拉力它是，它用 T 一向下拉绳子是不是？对。那 T 一绳子就用 T 一向上拉它是不是？对。还有地面给个什么力？支持力。支持力是不是？对。地面给的支持力就是它给地面的压力是不是？对。那就是 F 一呗是不是？是。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啊 ，F 二是压力是不是？那 F 一也是压力是不是？是。好，那这就是 F 一。同样，这边还得再画一个，是不是？这人 T 二 F 二是不是？那也就是说 ，F 一 F 二就等于这人减 T 一，这人减 T 二是不是？那我就可以把这 T 一换成是这人减 F 一，这人减 F 二是不是？对。这边我也可以改改了吧？实际上，你这个 EO 跟 OS 就是几来着？二和五。二和五是不是啊？二跟二乘以是一是不是啊？那这边是不是九百加 J 零等于一个五倍的乘以一个什么 F T 一是不是啊？对。T 一等于 J 零减 F 一是不是啊？对。J 零是多少？J 零是看六百是吧？六百。那就是600J。这个单位不能丢了啊！如果你要写到试卷上的单位就不能丢，是不是？六百牛减什么 ？F 一是不是？对。这就是一千牛加花轮重 J 零是不是？等于五乘以一个 T 二就等于六百牛减 F 二是不是？对。你看这两方成几位的数？两方成两位的数。是不是三位的数啊？对呀。对吧？对。但实际上它不算三位之数，它应该算两位之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F 一跟 F 二有关系。啊，有个比值。是不是啊？对。哎，它是有关系的啊。那有关系的话，那咱们就可以这样了。但是现在你也可以把 F 一、F 二换成，比如把 F 一就换成 F 二带进来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，咱们想办法让两边出现 F 一、F 二一除，是不是啊？那行，先弄一下 I 的一项，先别有，就先乘进来也行吧。这是五 F 一除五 F 二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乘一下啊，那这就是
三千是不是啊？嗯，这是5F1是不是啊？嗯，好，那这个式就变成了什么？5倍的 F1，我把它移到5倍的 F1 移到左边去，嗯，这是不是得移过来？对，那这3000减900是多少？2100牛，再减去什么？G0，减 G0 是不是啊？嗯，这咱们数学肯定没问题，对吧？嗯，这 5F2，因为你是负的 5F2 移到那边去正的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3000减1000是不是啊？嗯，多少？2000减G0，减什么？G0是不是啊？对，嗯。然后这两个式子相除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，是不是？对，嗯。那就是相除的话，就是 F 一比 F 二等于2000减 G0，是不是？嗯。2000减 G0，减 G0是不是？等于20比19。哦，你的记忆力挺好。F 一比 F 二20比19，是不是？对。好。20比19，好，这应该能凑出来吧？嗯，这里面100就行了吧？是，能不能看出来？能。这里面100，2000减100是多少？2000减100呢？1900。2000比1900是不是啊？嗯、哇塞，太好了！其实大部分题目都能凑出来，你知道吧？嗯。那老师，我不会凑怎么办呢？那你就可怜的进行交叉相乘呗，是不是？嗯。解释G0，这是干嘛的？T2是不是？嗯，对。那我解释G0就是可以解谁呀、啊、？T2。你解释G0怎么解 T2？ 应该在那个式子里面有，式子里面抖一下就行了。哦，就在这地方，我没擦是不是啊？对啊。那这样啊，G0是多少来着？100是不是、啊？1000加100是多少？1100是不是、啊？1100等于五乘以 T2 是不是、啊？嗯。那就是在这地方1100牛等于五乘一个 T 二是不是？嗯。那 T 二就得多少？220。220牛是吗？嗯。是吧？嗯。哎，不早做出来了吗？嗯。是不是啊？是。我早做的动画能重视多少了？对。100了是不是？嗯。那我做完了这些是吗？那我说嘛，这题不难嘛，是不是？那个不小心就做完了，你瞅。还没有意识到呢，就做完了。但是这个题目做数简单，其实不简单哈。嗯，容易懂。啊，其实这个题啊，我觉得还可以用变化量。嗯。你琢磨琢磨呢？咱用变化量做试试啊，但不一定能做出来啊。但这题咱们讲完了是不是？嗯。好，所以咱们这节课下课了啊。现在课间休息，课间休息的杜老师在试验另一种方法啊。如果讲错的话，不算课堂错误是不是？嗯。对不对？那你看，啊，咱们杜老师已经下课了啊。咱们再试另一种方法，如果要是有万一变化量变不来的话，那咱们作为课间讨论范围的，是不是？来看看啊，是这样啊，就是你这地方两次拉的力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就是 T 一比 T 二，是不是 ？T 一减 T 二，或者 T 二减 T 一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你这地方拉力不一样，会造成这地方拉力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这地方拉力不一样，会造成这地方拉力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嗯。这地方拉力不一样，会让这地方拉力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是。这地方拉力不一样，会让它底面的压力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是。底面压力你看是有300到多少？200。200是不是啊？对。说明这地方压力变化了多少？100牛。变化100是不是啊？对。好，这地方压力变化100牛，说明这地方呢？也是100。也变化100牛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好，这同一根绳子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这地方也变化100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好，这地方变化100，这是两根绳子拉着这地方是不是啊？对。两根绳拉这个地方变化了100。但是两根绳总共变化100是不是？对。那其中一根绳变化多少？50。变化50是不是？对。怎么写呢？还留一个啊，变化50是不是？对。杠杆的这边是因为咱们杠杆是动力乘以动力臂等于阻力乘以阻力臂，咱们这个题目是两边的力在变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力臂不变是不是？嗯。这是变化了50对吧？嗯，对。它的是左边是 R 对不对？嗯。那这个 delta f 二就应该等于，这是五是不是啊？对。delta f 二得多少？delta f 二应该等于20牛。20牛是不是啊？对。好，那说明我这个绳子变化了20牛是不是啊？是。那变化20牛的话，拉力变化20牛，就 T 跟 T 二之差是20是不是啊？是。对。那这就是 F 一跟 F 二之差是20吗？对。F 一跟 F 二谁大呀？F 一。F 一大是不是啊？对。那就是。F1
减 F 啊等于20牛，是不是啊？题目里是 F 一比 F 二得多少？20比19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20减19是一分，一分是20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说明 F 一得多少？F 一就等于400吧。400。F 二呢？F 二就等于380牛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好，那我觉得如果这么算出来，它就倒着算就简单了。嗯。你别提二选怎么简单啊？这人得多少来着？这人600。这人是600，是不是？嗯。这人600牛，对吧？对。这是多少来着？F 二得多少来着？380牛。F 二是？380，是不是啊？对。F 二得380，那七二呢？600减380得多少？220。咱们刚才费了多大的力减也是多少？220。也是220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很早减出来了？是不是？对。好。哎，那你这方法做是等于把第二问减出来了，是不是哈？嗯。那你怎么做第三问动化能重呢？你看没有动化能重，你变化量是不考虑动化能重的，因为变化量你第一次减，第二次把动化能重给减出去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你怎么找动化能重呢？反正俩力都求了，随便找一个在这个。随便肯定找出来，是不是？这还得通过这方程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。对吧？因为你 T 二我解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照到这地方来，这零是不是解出来了？对。对吧？这同学有的老师这变化量也没减到哪去啊，变化量只不过是从回往前做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对，你做题你不可能少了这个分析过程，比如像这个啊，这个过程你肯定不能少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只不过说变化量它可能计算上面会极大降低你的难度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我不解了，因为至少我们验证一下 TR 是没错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哎 ，TR 没错的啊。好，关于变化量的知识，咱们还有一讲是专门讲变化量的哦。那你好好的把这节课给总结一下啊。哎，是最后一句话什么来着？嗯，做课后习题。哎，别忘了做课后再现测试题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那咱们下节课再见。